为什么濒危光斑和冰症多样又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不同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它的生理功能特征不一样，所以所发生临床病症是有区别的。淤血在头就会出现头疼头晕，那么淤血在喉的时候可以出现咽喉更是不利，淤血在胸的时候胸痛胸部疼痛而且是刺痛，那么淤血在肠胃的时候，那么肠胃可以形成屁块，也可以形成疼痛啊，可以影响到脾胃的消化呀。所以在临床上来讲，它的病症多样就是指淤血所在的部位不一样，所以引起的临床症状特点有区别。你像《伤寒论》当中所说的膀胱虚血症，那就是指淤血在膀胱。当然这里所说的膀胱和六腑当中的膀胱还有一点区别。那么膀胱虚血症它表现的特点呢，是气人如狂嘛，病人烦躁的像狂躁的一样，那是不是狂症啊？不是，气人如狂，小便自利，气人如狂。那么治疗的时候用桃红四磨汤，这《伤寒论》当中所说，这就明显表现出它的临床特点，这是它的治病规律。那么临床特点是什么？最后一个问题，第一是疼痛。凡是有淤血的是淤血所致的临床病症，它都会出现疼痛的特点，与不痛则痛吗？那它的疼痛特点或食浊止泻或痰饮止泻所致的疼痛就不一样，痰饮止泻所致的疼痛是中疼胀疼，而这淤血所致的是刺疼，针扎一样刀割一样，是剧疼，不让按的。为什么不让按呢？越按加重了局部的气血运行不畅，因此越按越疼。夜间生按阴阳属性来讲，淤血属阴，夜间又属阴，阴夜间是这个属阴的邪气，它的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用现在的观点来讲，那就是说白天气温高，血流的速度相对的快，晚上的时候安静休息，血流速度相对减缓。本身有淤血，那么就加重这种相对血流减缓，就加重了淤血的程度，所以夜间生持续，它还有一个疼痛是一种持续性加重的特点，这是疼。第二个是重，局部肿胀有肿块。第三表现有出血，它的出血特点是血塞自按，而且有血块，尤其是咱们这里所说的一个是吐血，更主要是讲妇科当中的月经。如果说女性的月经来潮的时候从身体排出去有血块，那就一般提示这个月经不调或者痛经是有淤血，因为女性的月经血是一种不凝固血，从身体排出去的时候不应该有血块，所以这个淤血的特点颜色自暗有血块。此外它表现出每项的特点，每色每细沉悬细色，或者出现结眉或者出现带眉，眉力不齐。第五个方面舌象的特点，那舌质的颜色是自暗，甚至出现瘀斑，舌下的脉络有曲张的情况。除此之外还可以见到面色唇色，面唇的颜色自暗青紫，肌肤上可以出现肌肤夹错，像鱼鳞一样的，像死亡的干燥的鱼鳞一样的。这些呢都在临床上咱们可以作为判断是否体内有病理颤卧性淤血存在的一个依据。病理颤卧性致病因素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结石。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咱们王然要介绍一下，那么结石的概念内涵是什么？那么结石是怎样形成的，也就形成的背景因素是什么？那么结石形成了以后啊，它总体的治病规律、治病特点是什么？当然在这里也介绍一下他们的临床病症症状的特点。临床症状特点和咱们所说的治病规律，也就是治病特征，是咱们在判断是不是结石
临线临床上进一步咱们应按解释进行处方用药治疗的时候的依据。所以在这里呢，咱们重点要掌握的是后两点，前面一定要熟悉。那么什么是解释呢？所谓解释是指体内的湿热邪气啊淤积以后不散，经久煎熬以后形成为砂石样的病理产物。那么这一类的病理产物，咱们把它称之为结石。当然在这里咱们可以简言之，就是体内脏腑器官当中所形成的砂石样的病理产物就可以称为结石，可以这样简单称。那么前面呢，他这里谈到的是一种引起的背进啊，背进因素，它可以是湿热浊邪淤积不散，或者经久煎熬，这是它形成的背进。真正要记住，就是体内在疾病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砂石样的病理产物。那么结石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结石形成的原因背景呢，一个是与饮食有密切的关系，饮食失调了，尤其是咱们所说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进食习惯，过食肥甘厚味了，过食一些酸涩的食物，尤其是青枣之类的，像这类的食物进食过多的时候常常可以导致。那么饮食当中还有一种与水质的问题，就是环境问题了。饮水的这个居民饮水的这个水质不是很质量很高的，尤其咱们所说的这个局部的饮水的这个水质，水质过凝，也就俗称为凝水。那么降到这个水的氯化性质的时候，就是含钙磷这一类的矿物质过多的这些水，通常就是凝水。这里凝水的饮用过多的时候，长期的，那么就可以导致。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实际上可以把它也称为一种啊浊邪了。第二个方面发生的因素呢，就是情志原因。情志原因当中就是不良的情绪刺激。现在咱们讲起情当中，起情总体上分为两大类，一个良性的情绪活动，一个是不良的情绪活动。这里主要是讲到不良的情绪活动，尤其是咱们说忧愁思虑这样的不良情绪刺激。那么这一类不良情绪刺激以后啊，主要是影响于肝，导致肝的疏泄气机的功能失调。那么肝的疏泄气机功能失调以后，于是就导致了气滞，气机瘀滞了。气机瘀滞以后呢，气不能推动，气滞了以后呢，不能推动人体内代谢产物它的清除，以至于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淤积下来，这些浊邪在里淤积日久，慢慢就凝结成为砂石样的病理产物。所以情绪刺激是导致尤其是肝胆的结石，那么这个因素是占主要的发生的主要发生的背景。第三个方面呢，那就是服药不当。服药不当当中，咱们后边要讲第四节其他致病因素当中所谈到的叫药邪，就是药物的一些毒副作用。一些药物呢，由于它本身的适用性很差，那么应用过多了，那么这时候呢，它于是在代谢过程当中就会凝结，再加上服药以后，一患者或者病人长期服药，再加上饮水量不足，于是呢，使他在清除这些病理药物代谢的中间的这些产物过程当中，浓度过大了，于是淤积了。就于是就形成了结石，尤其是肾结石、膀胱结石，常常与这有关。
在临床上将磺胺类的药物，大夫通常给病人开了这类药物的时候，大夫就要提醒患者一定要多喝水多运动。那么像这一类的药物啊，都要服用过多的时候，它容易形成结石，这就因为服药的原因，也就服药不当或者服药时间过长。第四个方面呢，那就是寄生虫感染。寄生虫感染当中最主要是蛔虫，那这是呢，咱们就是实际上来说，也就是研究中医学理论发展过程当中，也借用了，也就是沿袭着《论经》当中提到的知筋四楼当中，善言固者必有何一筋。《论经》当中并没有谈到因寄生虫而导致结石的，但是咱们今天来看，但是蛔虫问题，《论经》当中甚至比《论经》更早的《十二兵方》时期，对蛔虫体内的寄生虫蛔虫已经，它是导致治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体内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寄生虫，都有所认识。但是它能引起结石，这是近来的事情。那么中国人当中的，尤其是胆结石，根据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临床统计的资料数字显示，胆结石当中，尤其是胆管的大颗粒的结石，不是泥沙结石这一类的，那么这种颗粒的胆结石当中，30%到40%的胆结石病人，那么他这个结石的内核都是一个蛔虫卵。因为蛔虫虽然寄生在结肠，就中医上所说的大肠，但是呢，由于肠的功能紊乱的时候，蛔虫沿着肠道逆行向上。它为什么要寄生在这大肠之内呢？因为大肠当中的内容物是呈间性环境，蛔虫是适应于间性环境。因为小肠的上端，尤其是十二指肠当中啊，从胃的下口幽门进入到小肠当中，是大量的胃当中内容物，经过胃腐熟消化以后的食糜，这又含有大量的啥呢？胃酸。胃酸是一种稀盐酸，这时候呢，它的肠道在仅仅在十二指肠紧靠胃的这个，它的酸碱环境是一种碱性环境，酸性环境，它不利于蛔虫在这里生存。那么尤其是经过十二指肠以下胆管以下的肠道的酸碱环境，由于胆汁是一种比较强的碱性液体，所以它进入肠道以后啊，它就改变了肠道的酸碱环境，因此当胃肠失调的时候，寄生在肠道下端的蛔虫它就会逆而向上，到达了十二指肠的时候，它向前就靠近幽门了，是酸性环境，不利于它生存。这时候恰恰是从胆管开口的时候下来的是留下来的胆汁是一种碱性，于是呢，就蛔虫就进入到胆管。但是呢，在这里就容易发生胆道蛔虫的时候，常常是发生胆绞痛。这时候发生胆绞痛的是雄性的蛔虫，它比较粗壮，它进入胆管以后一刺激，那么胆管一痉挛把它砍断住，咱们俗称为卡住了，它上不去也下不来，蛔虫来回的搅动就引起胆绞痛，最终它还得退回去，退回去以后胆绞痛就消失。可是雌性的蛔虫虫体比较苗条，那么它进入胆管以后呢，常常没有导致胆管剧烈的一种痉挛，它就迅速的上去以后就钻进胆管了，胆囊当中，从胆总管进入胆囊当中，进入胆囊当中以后它缠上乱了，然后随着胆汁的排泄，胆囊的收缩又把它排到肠道，它走了。这时候这个胆蛔虫的卵就成为一个，如同咱们南方做汤圆的时候中间的那个核一样，它越滚越大，于是这个胆汁在浓
浓稠一些，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结石。所以在临床上，经过胆石症、胆结石手术以后，把这样的临床调查的流行病学，发现这些大个的，尤其是胆结石，把它切开刨开的时候，它中间有蛔虫卵。因此说，寄生虫是导致胆结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结石只能是指的胆石症。啊，肝内结石不可能是这种情况，胃结石、胃石症和泌尿结石也不可能。所以这个寄生虫主要是指的蛔虫，就降的这一种情况。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结石是结石形成的因素，主要是咱们所说的上前面所谈到的，一共是几种因素：一是饮食的因素，二是情志的因素，第三个是服药不当的因素，第四是寄生虫。那么结石一旦形成，它在临床上的总体的致病规律，也把它称之为致病的特点，也就是它特有的一种致病规律。第一个呢，它结石多发于应该是肝、胆、胃、肾和膀胱，多发于肝、胆、胃、肾和膀胱。那么发生在肝胆里就称为肝胆结石，所以肝胆结石当中有肝内结石，有胆囊结石。所以呢，这类的结石，肝内结石大部分是与服用某些药物有关，与情志刺激有关系。因为药物的代谢啊，咱们尤其是西药的浓度比较高，它的代谢主要是在肝内进行代谢，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在肝内形成凝结。那么情志所伤以后，导致肝的疏泄失调，于是肝内所产生的体内一些代谢产物形成湿热，形成浊泻，这时候不能及时的清除，于是在肝内或者胆囊当中形成。那么多发生于胃的呢，主要是胃食症，在肠道当中形成胃食症，主要是产生燥和湿滞的这个比较生产这两种水果的地区，就很容易发生咱们所说的胃食。那么肾和膀胱结石，基于咱们说临床上所见到的防老太过，尤其是药物服用不当，尤其是西药，咱们所说的必类的制剂，金属必类制剂，它有一种收敛的作用啊。那么这一类的制剂，磺胺一类的制剂，这一类的都是它的水溶性，代谢过程当中的水溶性差，因此呢，一定要多喝水啊，包括长效磺胺啊这一类。那么这时候服用的时候，它常常可以引起膀胱或肾的结石，统称为泌尿结石。这是第一个性质和致病，它的致病特点。